2020念念客家树葵花文化节，2月28号伫咧光华里的树葵专区来开幕。树葵花结合了现场的小麦、粉二、鼠尾草、百日草、油菜花等，并且布置花灯吸引民众来赏花。客家树葵花开幕也安排了头港镇南宫的福德正神两姓的八公现场来祈福。咱来邀请到咱的八公啊，就咱活动的舞台。现场也有树葵花田的音乐会、学童写生比赛、青年农民市集、欢乐园游会等。伫满满的花海和人潮中，咱嘛来看到黄一德市长的身影。今天很高兴能来到学甲树葵花节，能够见证这么漂亮的树葵花，而且我们很感谢学甲公所、学甲农会，还有所有学甲的好朋友，能够用这么少的这个成本，能够把这个树葵花节办得这么漂亮，这么样子的。这个丰沛哈的一个内容，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高兴，而且可以作为一个模范。今年客家种了4公顷的树葵花海，树葵会当大到一丈高，所以也叫做一丈红。客家区长柯志荣讲，树葵花季会当持续到4月初，如果会当吸引差不多10万名游客前来，带动客家观光哦。学家树葵棒不棒？棒！赞不赞？赞！好不好？好！